兄弟，你多少预算啊？要什么机器啊？我预算4000，想要一个便宜的收发。那种便宜的是吧？现在市场行情10PM 都掉价啦，4000多就能考虑。你确定要那种不？那我还是考虑要一个10PM 吧，这个是有高刷的对吧？当然有啦，还有灵动到4800万像素呢。14PM 有的，15Plus 还不一定有。那行，你安排，我相信你。这个没问题，我刚好在市场附近，等会找到之后呢，电话联系你啊。Later， 老铁，给你找了个最好的14PM， 带回来了，黑色的。我要最好的，成色怎么样？96，看到没有？这么高的一个电池，成色也很好。这个给我什么价呀？我们来货呢就4550，你看着加一点嘛，毕竟我就收个跑腿费，是不是？今天可以发吗？给我多配点配件嘛。今天就可以给你发出的，等一下我再仔细质检一下，没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发出去了，还给你配一些配件，看到没有？壳膜充电器。还有耳机都有的。